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，我是今天为小伙伴们解说的小编杨幂。相信对于现在的网友们来说，应该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个明星吧。其实杨幂也算是一个童星出道的明星了，出道到现在一直都是实力的代表。如今杨幂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虽然说离婚了，但是身上的少女感一点都不输给现在的小花旦们。她的躯干是很纤细的，四肢跟小孩子的身体一样，而且曲线更是非常的火辣。看过杨幂早期作品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而最近网上就火了杨幂的一个早期造型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杨幂其实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出名，在电视剧当中也只能是一些小配角。能看到这个电视剧当中，杨幂造型也是很与众不同的，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旗袍，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玫瑰花。年轻的时候的杨幂也太清纯了吧，杨幂一直认为自己的身材都太纤细了，穿上旗袍肯定是不好看的。但是当她真的穿上旗袍后，真的是被她的水蛇腰给惊艳到了。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杨幂吗？